哈库罗，大家安，这里是 Alice， 我是白狼，哈库罗的是，这一次小小生存呢，也不晓得要来干什么啦，那就我看到我这个背包真的是超级的乱。所以打算整理一下包包，然后为什么有两只苦力怕娘在那边？你们要相亲相爱可以，但是可以不要在我家旁边吗？不然太可怕了。我来烧一下铁好了。我有煤吗？好像没有。然后还有嘀嘟摸一摸的声音。你是在我家天花板上面吗？还是你在哪里？外面太多可怕的怪物了，害我不敢出门去。那就没有煤，还有半砖啊，来烧半砖吧。不对，应该讲来烧铁，不是烧半砖。这个要爆了。我的天花板是用半砖盖的吗？还是全砖？难怪哦，难怪有蜘蛛，因为我是用全砖，不是用半砖。我记得，对对对，这里有。我要来做梯子，对。没空间了。看一下放哪边，我在这里好了。OK，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开始动手吧。哎，真是。我的农场好像就只有羊哦。那今天就来去寻找看看有没有牛吧。毕竟要做展示框还是需要皮革的。我后来发现我这边虽然生物种类特别的多，但是就是没有扭牛，这没道理啊！牛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生物吧。我这边有马有羊驼了，怎么连一只牛影都没看到呢？这不合理啊。我家的狗跟猫现在会腻在一起。
哎，哦，怎么又来了？真是。这样半钻的话，就不会有怪物生成在这边啦。哎呀，半钻不够啦，没关系，木材这么多。做这样应该够了，不需要太多。OK 了。我家的狗真的很喜欢这个洞，哎，可恶，怪物太多了。身上好像也没有火把，一个火把龙宝，诶，诶，我的铁呢？刚不是拿下来？哦，没有拿下来，真是。也没有东西可以拿来烧了，就是你啦，这是鬼判，还有敌毒，我的盾呢？哎，比较，哎。出发去大开杀戒咯，这里有江苏，后面有苦力怕，哎呦，快跑啊，听到苦力怕的死死者，哎，中介死者，最讨厌的怪物就是中介使者了，他的叫声真的是非常的可怕，而且时不时就被他的声音给吓一跳，就他瞬移的声音啊，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，很诡异的声音啊。不准欺负我的狗狗。嗯，还没死啊。我家就在旁边，我一重生马上就可以回来打你了。滚滚。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打他的。来呀，
来啊，因为你三格高。所以你进不来吧，呵呵。欸，还掉一个中介珍珠欸，棒。谁叫你的叫声那么吓人？看样子我家的狗儿好像又挂掉了。没关系，可以再去寻找一只了。这边狗儿很多，放心放心。嗯，哦对了，那个 Minecraft 1.13 它正式版已经更新了，但是它目前的模组还没有 1.13 的版本，所以我目前是不会拍 1.13 的生存，要有模组才会把它转到 1.13 去。我发现我光是打怪来就花掉了我好多好多时间，骨头还有吗？不是吧，我的骨头是两只啊，那就没办法啦。我的靴子好像放在这边，挖一点煤去吧。OK， 这边煤很多，OK， 嗯，下面那一群就先不管了，我现在是要搞火把。好，走吧。这边的铁其实够多的啦。然后，对，这边有一个洞。我的盾在，欸，我的武器，看我的打果棒法。欸，对啊，我有盾啊，真是给他当装饰用干嘛？哎，讨厌。欸，我的那个矿坑在哪边？一下子突然迷失了人生的方向。安内姆汤，冲啊！哎呦，母汤母汤！哎呦，给你造哦！真是没有拿到我的实践。小僵尸呢？给我过来！真是的。然后我记得是不是有？看到黄金啊，上集在天花板上的样子。我的铁镐，哇，还不止一个欸。
还蛮多的呢。哇，还有，我该不会就一夜致富了吧？黄金。然后这边还有青金石，青金石它其实是可以用那个石镐去挖的。数量会不会减少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下面还有矿坑还没有探险过，就往这边探险吧。哎，谁说要在这边探险的啦？你看，这边怎么我好像都探险过了？这里有红石，挖个。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啦？这个穿起来。这边又没东西，铁倒是一堆啦。楼梯我是不需要的吧。帝都，哪里有帝都？明明就听到嘀嘟的声音，上面是吗？出来！就这样，这矿坑就只有这样。那。好吧，这里倒是还没走过，又有黄金，是谁？谁在那里？有哭公的声音，这是我的黄金，别想过来跟我抢。你想要黄金自己挖，煤也可以带走。在隔壁耶，不要吓死我好棒哦。真的会被突如其来的声音给吓到。原来我是在玩恐怖游戏啊，还以为是麦块啊。欸，怎么没有矿坑了？不，怎么没有洞穴的洞啊？难道说在上面？还有中介使者的声音，难不成你是想要找之前那个中介使者报仇吗？来报他的仇吗？果然有一个洞穴。上面这边也有，在那里，
哎呦，怎么这么多只啦？妈妈，我怕怕。哎呀，吓死人啦，怎么一群啊？哇，你们要爆车也不要这样嘛。起码，哎，我想到一个好方法了，因为中介十二还是三个高，所以我只要把，哎呦，读错了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，怕你们啊，来啊，讨厌，太那个了啦，过来呀、这方法不错吧？你要过来哦。这边就是绕一圈嘛。你要过来哦，我怕怕哦。到时候我会怕的。下去。真是的。真是的。快死人了。这样我回去吗？回去。妖术矿坑怎么这么大、啊、然后那边有苦力怕去把那个中介石给爆了，中介石太可怕了，哎呀吓死人啊，突然冲过来，你个卑鄙小能，然后这边怎么都黑的，只是石头而已，吓死人啊，突然冲过来，罗美都做什么，中介死了真的是被别人看最不爽，然后这边还有洞，你们要找那些中介使者报仇也别这样嘛，别人看你一眼就不爽就要揍人，原来中介使者都是流氓啊，都是一群女流氓，然后还有江苏的声音，是哪里又有洞吗？上面看一看，就这样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僵尸，你出来呀！告诉我你的位置嘛！来嘛，不要怕，不要害羞。好吧，是下面是不是？前面还哦，那个是那个，真是的，我被鬼打墙了、啊。一直以为那个黑色区是我没探险过的地方，地汤是什么？我回家的路在哪里？一直被火把所迷惑，照着左边的火把走。这里
这边。然后哪里啊？这里吗？这里是右边。应该是啊，对对对，火把杀太多也是很容易受诱惑的，哈哈。太可怕了，这么多安德。快跑啊。哇，怪物大军啊。但是我还怕什么？我的剑是不是爆的啊？话说我今天要来整箱子的，结果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打怪物。挖矿来着，连箱子都没整理到。那整理箱子的事就下一集再来搞吧，跟寻找我的第三只狗狗。先做一个剑出来再说啦。够呢，我这一集已经拍得够久呢，不要再给我来投怀送抱了。你的投怀送抱对我来说只是一时的恐惧而已。好啦，就趁着这个夕阳的余晖，夕阳，话说这个时候应该是要白天的吧，应该是日出。那么就在这个日出的余晖之下呢，来结束这一集的 episode 啦。拿着火把结束这一集的 episode。好的，那么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在下方点个喜欢，也可以按下订阅按旁边的小铃铛，随时追踪我，还有宣传我的频道。我是白狼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